的货。懒羊羊，说了多少次了，垃圾要收拾干净。懒羊羊，你这样很容易出意外的。不收拾垃圾能有什么意外？你们吵什么呢？村长。哎呀！村长小心！睡得这么熟，我们怎么吓他呀？开饭了！开饭！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垃圾罐。垃圾罐。懒羊羊，要是你再乱扔垃圾，我们就把你吃掉。不对，是把你的全部零食吃掉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我以后不敢再扔垃圾了。走了。还有，小沸羊羊的一支铅笔记得还。懒羊羊上课了。哦，看来走错车厢了。懒羊羊，你没事吧？让我告诉你们，我昨天看到垃圾怪了。垃圾怪。
他们警告我以后不准乱扔垃圾，不然会吃光我所有零食的。哦，垃圾怪还说了什么呀？他还说了一件事。他还说我最近瘦了，要多吃点好吃的。懒羊羊，你怎么这样？哼，处理垃圾真的是太累了，啊，这样方便多了。垃圾怪出现了。哪里有啊？对不起，我捡我捡。垃圾怪太可怕了，得赶紧躲起来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懒羊羊跑哪去了？不管了，反正目的达到了，懒羊羊也得到了教训。喜羊羊、沸羊羊，原来是他们吓我。懒羊羊，你要不要？怎么回事？懒羊羊，你又乱扔垃圾了，不怕垃圾怪来找你吗？垃圾怪很可爱啊，我想跟他做朋友。不许再乱扔垃圾，快点把垃圾清理干净。好，清就清呗。真是麻烦。乱扔垃圾可不是好孩子。本大王真是厉害。居然一个没进，又得重新收拾一遍。现在懒羊羊都不怕垃圾怪了，那得找一个他非常怕的东西才行。可是他最怕什么呢？灰太狼。想装成灰太狼来吓唬我，看谁吓谁。嘿嘿跟着垃圾果然找到了小羊。不行，先找能量种子。来了。糟糕，一定要静悄悄的才行。地上怎么这么多东西呀？
嘿嘿嘿，我说你吓人，能不能专业一点儿？原来你是在戏弄我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这手感还真像灰太狼啊！我就是灰太狼。你是灰太狼，那你来咬我呀！哈哈哈哈！正好我饿了。啊饿了就吃饼干呗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终于出现了吧，喜羊羊在这里。那你就是沸羊羊。快把面具脱了吧，我早就看穿你的伪装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是沸羊羊，那你是谁？本大王根本就没有戴面具。你是真的灰太狼？没错。快跑啊！这次捉羊居然这么简单。我记得这里有机关。我有紧急按钮通知大家。被口香糖粘住了，懒羊羊。好臭啊！喜羊羊，让我来把这里打扫干净。打扫干净了，你这下没有垃圾扔了吧？本大王不扔垃圾也可以捉住你们。不要过来呀！糟糕！哎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懒羊羊终于注意卫生了。村长，我们进去吧。站住！为什么？洗澡没？手消毒没？牙齿刷了没？狗娃不能有头皮屑，只有最干净的羊才可以进入我的车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做一只爱干净的羊。你看我就是一只羊，你早已为我变得更像，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。什么难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欣赏，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，是三月蓝裙把我追捕也当作游戏一场，在什么时间都爱开心，笑容都会悲伤，这三分晒着三分起来永远不会自丧，在三月天气拥有家人大笑的力量，只是羊，虽然我只是羊，啦啦啦啦。